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。告诉你个好消息。说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呗。什么？上一次说是沙青是骗你们的，我们其实还有最后一次录制。真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骗你啊，可以见面。我好开心啊，突然。姐、yeah! ，我来了！啊，马峰哥，我来了！哎呦呦！不说不见了吗？不是不见了吗？又见了。你们都赚多少钱？这五天？没有，你不是录节目去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我录节目还有他们俩录的频啊！你看人俩，你俩第二天就飞了，好像。哦，是吧？第二天我们俩就受伤了。我受伤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，你不要每天都露你那个破肉啊！我真的是受伤，真的受伤。哦，又，什么情况？我是烫我的衣服，然后就是手到，真的对，所以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没有人担心啊，没有担心我吗？我担心，没担心吧？行吧。哎，你这两天被黑的怎么样啊？这两天，哎呀，别写，不要提，哎呀，别提。这两天被骂都把我骂过，脸都给我骂绿了，都不。又骂你了啊？就骂了骂，天天骂。你为什么老挨骂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不适合当女人。对，要不熊，要不什么，要不暖，对对，要不暖，要不暖男，要不哥哥的，要不什么的，整的没有用的。就是你被黑，天天的。对，全是我被黑，全是骂我的。跟你讲，全是骂我的啊。我跟你讲，要不就实在捞出一个，就他实诚。我跟你讲。我们先商量一下，我们去哪玩？我们带他去国外吧，我们带他去国外吧。Hawaii。对，夏威夷行，也泰国也行，近点落地签的那种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布拉卡，乌克美纳，卡蒙卡，乌克美纳。咦 ，Jackson 到泰国挺危险的，他会被当成女孩。这个要播出去啊！那里呢？我们去鬼屋，他们连门都不敢进，还去鬼屋呢？喝咖啡？游乐场吧，游乐场可以。警察，我们去那个地方，哪个？那个东西。哦。哎，哪里？哪儿啊？你告诉我们。你会熟悉的，你会熟悉的。知道了，给你这个地方，哇，太神奇了！哇塞，太神奇了！为什么？就是你发现好像。就是哇，你比如说，哇塞，哇，什么呀？就是你去了，你手机摇一摇，全都是加微的。对，走，我们就去那里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定了。那个地方也不要门票，你就说我剧组的，哪个剧组的，你随便报一个，说我是周润发剧组的，你才能让你进。嗯，真的。所以怎么说？我周润发。对，我知道你们说的那啊。那我们就去那。行，我去那吧。那我们就去接去吧。我们去接吧。